啊，菜饭来了，著名的菜饭。哎，这个，刚才我已经看过了啊，是是是，哎，这时候就要期待了。我小时候就是做晚了回家，我奶奶就会给我留一碗菜饭，哦，就觉得就是太好吃了，就是做的这个菜让我。 确实是对你有一个转心，刮目相看了。这次就是没想到会来到他的家里，他把自己那么多年的朋友啊，让我相处，我会觉得他很真诚，我也希望可以再进一步的了解他。感觉这个姑娘挺睿智的，然后也挺聪明，挺有趣的，跟她在一起，不知不觉其实远远超过了我们。 想象的这个时间，大家还觉得意犹未尽。我觉得到了你这个年纪，就得锋一把。